27号下午，四川平谷县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在巡护过程中再次偶遇大熊猫。视频中，这只成年大熊猫在山林里先是慢慢的踱步，随后小跑起来，又慢慢的走进了深处的树林里。据巡护队员推测，这只大熊猫此番下山的目的应该是饮水，饮水结束后就返回了。